this is a beautiful house. Beautiful house. You're so clever.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今天的发音比昨天好多了。姐姐真漂亮。Thank you. 不过，你要叫我白老师哦。我又忘了。你今天又学了什么？白小姐。这家酒楼的点心真的很不错，跟我小时候吃的是一个味道，所以带来给你尝尝。啊，谢谢。啊，还有肉干，这家店的肉干啊，有三种口味，每一种都特别好吃。我在欧洲最想的就是这个。三叔，他是我的。啊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追我的家庭教师，不用先讨好我吗？一会儿白小姐吃的时候会分给你一些的。那我就先走了。人小鬼大。你怎么不等我去接你啊？哼，白小姐，给你来送晚饭，谢谢。这个给你。什么？肉干跟点心，三少爷送的，应该不会差。三少爷是送给白小姐的。这一日三餐，府上安排的都很好，你看我都吃胖了。何况这肉干跟点心都不能放久。我知道，外面的东西，皇妈你是不一定吃的，但可以给那些小大姐们尝尝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吃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上海。